中单石头人啊，行吧，石头人。我们来把梦眼儿啊，我这梦眼眼睛都在亮的，这梦眼儿。我是中路，哦，我是中路啊。那石头人也没说我是中路啊，他自己去中了，直接，那就他中吧呢。我看他也，他直接他就往中走了，他也没说他是上路啊，他就直接去中了，那他就中就中吧。俺们俩现在已经达成了某种默契，就是什么呢？连说话都不用说啊，他就知道他自己应该去中。一级团，一个屁团，他就觉得自己是中路，他都不知道他自己是上路。他，你自己走，一什么集团呢？好，一级积木啊 ，Q 一下，滑了，滑了，吃药，滑了，滑了。抽一下，滑了回血，抽一下，397移速，二级学个 W 吧，这积木挺烦人的，抽一下。耗血，我们右边插眼儿。这特效真恶心，什么恶心呢？来吧，我滑了。我不用你狂妄啊，不用你狂妄。W6E 闪现点燃 A 死，换掉。这个世界上就没有让有些人满意的东西，你知道吧？我看个视频太尴尬了，玩个游戏打得太菜了，抽个奖嘎韭菜了，用个皮肤特效太恶心了，就根本就没有好的东西，都是坏的，这个世界上都是坏人。干点啥都能跟你说点不好的。到底是这个世界错了还是你错了？哇，抠一下 W 链儿，我滑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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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老积木，我的炮车少补了半个积木，呀，他带的传送。这把看样子我们不需要先出血色之刃了啊，因为我们的攻速是够的。算了，我再等他一波吧，我再杀他一次，因为毕竟现在回家也没啥干的。抠一下，假装回家，其实不然，让他以为我们回家了，但是其实我们没回家，知道吗？
马上我们生完他就死。这波只用到三个技能就可以 ，Q 技能可以不用啊。哎，等个大啊 ，OK， 等他往前一点，再往前一点，现在这位置杀不了，到这个位置差不多吧，嗯，好，可以杀了，只用三个技能 ，WER， 不要用 Q， 用 Q 可能这个蓝量不够用。一会儿没蓝了就尴尬了，吃个塔皮，走了。我会算数，我不会算呢。我说我不会算，你信吗？你知道斯坦福的教授是谁吗？叶泽密，啊，叶泽密，小伙子，先换个扫描。当然这也很正常，毕竟有些人可能连斯坦福他都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，这也很正常，他以为我在吹牛逼，其实他根本不知道现在啊谁在跟他说话。现在有一个尴尬的问题，我们的大招还有11秒，但是他的闪现5秒以后好，这该怎么办？我决定这个样子啊，一会儿 Q 到他，闪现 E 他，先划了一下。然后我们再开大，哎，这个样子就不尴尬了。哎，这小兵留着啊，完了完了，吃药，完了完了一完了，可以换掉，来一个德克萨斯木印。出门，哎呀，倒点水。就是我们这兵线好像不是那么特别的转的，我帮你把石头人打了。别放的真眼，没事，这峡谷先锋创那个雷，创就创吧。差不多行了，你吃个160得了。你一下，来让他 Q 我们，开大 QER A，
再 A 一下，把把就开起来，把医学塔拿了，溜了。死神来了，兄弟们，你们想让谁死我就让谁死。谁死完全取决于你们。小法师，好的，那就小法师。哎呦我这进，这进什么意思啊？跑中路来了，什么意思呢？小伙子打我是吧？哎 ，A 我是吧？好啊，我先杀个小法师，省得他把我秒了。蓝枪 A 一下，我再 A 一下，兄弟，双杀。螳螂无所谓了，螳螂，我们吃几层塔皮先，要不然一会儿就吃不着了。我不明白为什么对面这个进如此之狂妄啊，在谁面前狂不行，在我面前狂。哎，我这个打不就开慢了。你要干什么到底？哎呦，挠吧呢，看能不能挠得过走呗。真眼儿咱不卖了，拉倒吧。哎呦啊，这莫甘娜居然跑了，厉害呀莫甘娜，这么不禁夸吗？飞吧，先飞这个，扣这个，打不能开起来平 A。什么意思，小法师？嗯？什么意思？先吃他个鸡吧，然后我们再吃他一个红。站在这里吧，蹲一下对面的这个螳螂，看一看能不能蹲得到呀。这是谁呀？这不是当年叱咤风云的 ADC 吗？我再杀一下拉克斯，这样我们大招冷却时间能再快点。好，拉克斯搁中路呢，正好把他杀了，就 W 躲个 Q 就行了。先杀拉克斯，再杀小法师，最后杀的螳螂呀，这螳螂闪现 A 得大呀，来个夜刃之风。我觉得我应该先杀的螳螂好了，杀错人了。
因为小法师其实没啥伤害，应该先杀他螳螂，先杀螳螂好了。搁哪整个钉啊？吃一波馅儿吧。走，找 ADC 去。哎呀 ，ADC 身上有那啥呀？有蓝 buff 啊。兄弟，我马上到，啊，我帮你治他，没事，我跳弹，一个滑了。呀，为什么瞅我呀？为什么瞅我呀？这是为什么？你杀吉姆，我来了，抽一下，先杀小法师，再杀这螳螂，最后再杀这吉姆。咦，吉姆呢？吉姆在这里，吉姆，你干哈呢？你非得当着吉姆的替死鬼是吧？我看看这积木给们搁没搁里啊？啊，原来积木在这里呀、啊，积木，哈哈不是开透了，我一开始 Q 的时候你没发现我那个致命节奏触发了吗？嗯，这为什么这么狂妄？嗯，这为什么这么狂妄？因为什么？想让我踩雷，积木给我回头，积木，积木，快点的积木，快过来，积木，积木到底要干什么？哎，坏了，没有喷塔扣了，兄弟们。可是挺烦人呐，这吉姆。哎，梦眼儿这个护甲是真高，我发现我一件护甲装没有，14级能到80点护甲，而且我们家没有土龙，那石头人有被动才109。哎呦，我积木有双 buff， 积木，走啊，一会儿找积木去。
杀积木啊，行，杀积木，杀 ADC 吧，先。先杀个 ADC 啊，反正我们这大招也快，没关系。把他野区清一清。15级，马上16。光辉女郎，不上了。吓得盾吓出来了，升级啊，早点升到16级，我们就能多杀几次这积木了。为什么 ADC 敢在这里如此之放肆？莫甘辣死了，来，我们保一下这莫甘辣啊！这螳螂不敢上，谁死了？吸点血，螳螂居然死了。现在这个 ADC 呢，复活时间应该是40多秒，30多秒，快40秒。我们大招是50秒，不够他的复活时间，所以我们得升到16级才可以。来，这进出来了啊，找找他去，在这狙谁呢？哎呦，小伙子，行啊，我们升了。哼，狙我呢？怎么了？一会儿他就能知道怎么了。300秒的时间，你们想一想，我能放几个大？他复活时间30来秒，我出门大招他就没，我出门大招他就没。有这么大的范围，在半个地图之中，这个 ADC 没有闪现，你想一想，他敢没有闪现？我发现他是不知道死字怎么写。嗯，这是什么意思？闪现一招。哎呦，我螳螂，哪里来的螳螂？石头人不双杀了吗？杀这个。就杀的螳螂，冲动了有点呢，薛飞是有点冲动了。我看看我们能换个啥啊？我把这血色之印换了吧，我给他换个大影魔刀，省着这俩打我疼。我把这血色之印给换了，还能加点减息地，挺好的。为啥不杀积木？因为积木有杀漏了呀。你要杀积木啊？那行，我杀积木，行不行？
我感觉我要五杀了。这确实不太好办，这螳螂出完春哥又给我出个秒表。被五个给杀了。五杀。我估计应该不能打。这么点血打大龙，蓝枪给我下去抢了，蓝枪下，可以下了，哎，漂亮，咱来个钢铁合计吧，要不翻盘点没了。团吧，退呀，退中就完了呗。你来吧，我有了，主要是你知道吧？你看看他们家那金身，我操！你们家是批发金身的是吧？哪那么多沙漏啊？你说那不杀那 ADC 能行吗？你说除了那 ADC 人手一个沙漏，我打谁谁沙漏。也就那 ADC 能杀一杀了，这其他人没个杀。这波我可能会死，但是你是要做一辈子懦夫还是一个英雄？哪怕只有几秒钟，